魂记，一对邱姓夫妇，他们昨天开车要到云林去喝古坑咖啡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 GPS 导航错误了，让他们受困在山里头，连消防队员也找不到他们。还好他们遇到了一名老先生热心带路，才获救。而这对夫妇呢，包了3200元的红包要答谢，但是老先生只肯收红包袋，没有留姓名就离开了，让他们非常感动。